由真正知道要接拍到上第一堂，其實到拍緊嘅時候，其實都可以話上緊堂啊。因為除咗之前嘅預備課啦，其實到拍冰場嘅嘅檔期嘅時候，其實可能嗰邊係拍攝緊，其實我哋喺呢邊都 keep 住練習緊咯，即係好，所以係 keep 住都練嘅。所以我諗就係兩三個月或者四個月咁樣嘅事。即係動作噶嘛，好多咁點判啊？因為你知道拍呢啲可能會錯噶嘛個樣，點錯出嚟啊？錯嗰件事已經冇擔心啦，因為嗰件事淨係擔心個球技啊，因為本身錯嗰件事喺骨子裏噶嘛，所以嗰個已經唔係好花多時間去諗啦，即係唯一諗就點樣可以打好嗰球波，因為時間非常之緊迫，我哋每日用冰場嗰個時間都唔係好多，所以一定要喺有限冰場嘅時間內要完成到嗰件事咯。你們三個覺得邊個有天分啊？對呢個冰球，我覺得 E 人是最快的，覺得多謝。你覺得是咪？我都覺得是喎。啱曬。幾個上手？一開始就拎上手嘅啲嘢，唔係佢每次都話喂，我又學識咗個咩嘢喎？每次上堂都喂，我又學識咗個乜嘢啦 ？show 下啦，啲交叉啊、後流下、轉身啊咁樣。但係佢哋下咗苦功，佢初頭達到愉快喎，見到你初頭啲相。係，咁又好坦白講，因為初頭佢哋兩個都有其他嘢拍緊咧，咁我自己就有自己偷雞，自己私人老師上下堂咁樣嘅。咁我覺得運動呢啲嘢都係你練習同埋熟咗嗰個感覺就會好啲，佢哋冇乜時間練習啫咁。同埋咧，佢嗰下佢嗰個球員毛出咗嚟啊！即係佢以前玩開港隊呢啲噶嘛，即係落隊翻呢啲咧。我都要做叻嗰、那個咁啊，所以咧，我覺得佢嗰度都花咗好多時間。佢自己我知道佢有好多 celebrity 時間咧，佢真係去練，同埋啲好特別嘅嗰啲花式嘅招咧，佢特登去咪去練。因為我同佢咧去到後期後災嘅時候，流啊，都係啲好基本嘅嘢啦。即係搞好嗰啲已經好好啦，都唔得閒去搞嗰啲花式住啦。我哋都男孩子一講起運動就要、啊、都要見得人咁樣。係啊。其實我覺得佢哋即係我覺得火花隊，即係佢哋主角隊，其實個個都叻、啊，真心即係。咁其實你著住啲冰鞋企喺度仲攰過你真係流，所以其實我哋一cut機唔使拍嘅時候，都會周圍喺度練習啊，自己流下。咁咪體力好即係好重咯，即係又唔夠瞓又要著。係啊，所以嗰排我哋好多演員啊，同埋幕後工作人員都病曬、因為個冰場又凍，跟住大家又要通宵，連續咁多日通宵，跟住可能有陣時拍完啲畫面啊，跟住會出汗噶嘛，跟住又要等嘅時候要再凍翻一冷一熱，就好多人都病。你哋又拍過啲季節賽，得籃球啦，今次又玩即係冰球啦。你之前拍波繩啦，喂，嚟緊下次想拍咩運動？我自己就好想拍足球嘅，因為真係前細個玩開嘅一個運動。因為我以往依家接觸過嘅運動咧，冰球啊、空手道、波繩都係冇接觸過嘅，因為為同劇學。好想一個係真係拍出嚟係以前細個就識嘅一個技能咯。你咧？我想玩咩運動啊？劍球啊，不如試下。哦，搖搖啊，係啊，搖搖啊，劍球啊呢啲啦，又唔使好攰，係啊，又唔使好攰，但係其實你又要好專心練噶嘛，同埋技術成分都不比其他運動。三四十諗到咁高㗎，都咁高㗎，咁所以最好就係又有得鑽研，又有得真又有得滿足個好勝心，但係又冇其他運動咁攰。絕對係賽車，即係喜歡速度，拍出嚟就應該跑步得啦。跑步你有賽車咁快？你又快，你話自己跑得快噶嘛？冇車咁快，你快到自己驚。冇特都冇車。你話你有時跑快到自己驚啊？又唔一定係漂移，但係賽車，因為我最近呢幾個月都上咗套關於賽車事嘅電影啦。咁嗰套我睇咗幾次，真係好著迷。我覺得拍出嚟又好有型咯，係。即係最緊要有型。同埋我本身中意，中意車，中意車，同埋中意有型，係。因為咧套劇咧又好似。TVB 台慶嗰個時間咧就近十月尾就佢十一月台慶完，咁啊好似咧又揾你哋套劇，好似舊年咧就揾季田賽去同佢對合，今年就揾你哋冰上我拍完同佢對合。
會唔會覺得好似好咁巧合，定係咩原因？你覺得會唔會即係睇重你哋嘅公司？不論巧合又好，唔巧合都好，呢個都係宇宙嘅安排嘅，我覺得。咁啊咁啱每個台都有佢生日嘅時間，咁啊大家都不嬲都係年尾會推出一啲可能係多人陣容少少嘅作品，咁啊咁啊咁啱又真係年尾咯喎，依家呢套嘢好多人咯喎，咁兩隊，咁所以就冇辦法。咁我覺得就都唔係話比唔比較嘅，大家都係撳個掣啫，各取所好。